四川成都一栋公寓多名住户指控租物业管理公司拍摄，最终监听住户。物管职员更将影片传送至通讯群组。香港另一记者访问了多位苦主，住户代表 Daniel 怀疑电话遭监听。比如说，三月份、四月份的时候，我要出差，我要坐飞机出差，他都知道我坐飞机出差，所以他不但有监视，他还有监听。而汪小姐常带同孩子出入该公寓探访朋友，亦遭监视偷拍。我和我的孩子在哪一天哪个时间点，然后去了哪个房间，然后又回到了哪个房间，然后他们都有记录，然后把我们的照片都发到了他们那个监控的群里面。涉事物业管理公司为香港上市的合景游活子公司凌俊物业，其成都公司物业负责人黄先生向香港01表示，公司高层高度重视有关传闻，已成立专项小组调查此事。然后我们公司这边的高层也是高度的重视，已经成立了专项的小组，正在内部调查。那目前的话，当时的双方呢已经报警，已经做出了那个受理，并且展开了调查。